演唱，化身百老汇女伶，性感开唱。她变换两套服装，连唱六首歌曲。林俊杰同样在澳门跨年，一出场就用虚拟实境酷炫出场。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移师澳门举行，林志玲也性感登场。林志玲上演热舞变装秀，在男舞者的围绕中换成性感短裙，大秀修长美腿。日前网上谣传林志玲在元旦和言承旭结婚，林志玲透过助理否认，不知道2017年这位性感女神是不是也许下了新愿望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